欢迎嚟到你屋企。咁呢间就系一个开放式，摆咗啲家私嘅，而且家私摆得几小巧嘅，同埋几靓女嘅。你见到一入嚟就有一个梳化位，有个电视位，望出去呢边就望翻山景，会靓少少嘅。总括嚟讲，我觉得几舒服嘅。然后前面有自己嘅工作台啦，装修嘅设计我觉得接受到，呢度就坐低。你可以做书台啦，可以办公啦，即系摆部电脑咁样做嘢，又可以望住个山景做嘢，其实几舒服。咁呢度就化妆台，再转过嚟就你自己嘅衣柜，衣柜嘅储物量都几大。一字型嘅厨房，一字型厨房比较精巧啲啦，同埋有啲收纳柜，下面就一个雪柜仔，咁摆啲简单嘅嘢。咁上面仲有啲收纳空间啦，而有个蒸焗炉啦，总体嚟讲唔差嘅。咁水龙头就喺呢度。咁揭开佢就有个水龙头同埋洗嘢嘅地方，自己一个人独落落啊！我再转嚟就系浴室啦，呈正方形咁做一个 T 字型嘅设计。咁呢度就洗手盆啦，呢、这个就办大事嘅地方。而呢度拉开佢就一个淋浴区，佢做晒啲两层嘅壁龛，可以摆一啲洗头水啊，同埋呢度有窗噶。咁总体个设计我觉得几靓嘅，仲有呢度。细细地嘅露台位，即系如果你喺室内坐得耐，可以行出去舒缓下身心，望下出面嘅风景，听下车声，听下啲生活气。似呢啲单位就一个人住就非常之舒服，而个价钱25,000左右啦，个尺价总价大概400多万。似呢啲屋企尺租就好贵啦，80蚊起，所以一个收租投资盘嚟嘅。呢啲单位你有冇兴趣？